义啊。一切万法的体性拢是真空啊，所以咧真空啊，就是一款不生不灭。其实当体就是涅槃，涅槃印度话翻译就是寂灭，圣人境的境界则寂灭。伫咧境界真寂静，灭就是一切诶梦想、烦恼、动乱、罪业、苦难拢了啊，所以就灭啊。楞严经安尼讲。即第一念心啊，本妙明净啊，念住灭门啊，双本受轮，于生死中相比飘逸啊。讲佛证完了，才知影讲一切众生的心吼，本来都是真心实性，拢真微妙光明，像智慧安尼，会放光的，真清净。只因为众生哦，家己自己未歇执着啦，对外境未歇执着，啊，门就是甲砍掉。那拄啊讲阻塞，将迄个真心实性电波啊，往迄个黄纸甲砍咧，讲话做，迄就是咧放光。这样吼、啊做门就是甲阻塞砍掉咧。啊，说丧失了你的本来真心实性，或遐妄想烦恼砍掉，就像迄个物件。把迄土沙粉砍掉，像月娘和乌云砍掉呢，哈、啊！所以双本来面目丧失去，啊，带去受轮回、六道轮回受苦。伫生死中哦，伫啊轮回未了，苦海中伫啊漂流，就是一捆啊头壳沉落，沉落的话就入六了，六就是沉死去，伫啊漂流沉死。宝物经安尼讲。今如此法的诸类所证啊，非有文字能实摄之。讲这个，咱今如实性，是自己爱为心内底去修心养性去悟所证到，毋是伫文字言语里啊，往外讲都讲会出来啊。古德就安尼讲：“淡泊西来一日无啊。”专凭心意用功夫，若要抓上心佛法啊，必将照干洞庭湖。讲达摩祖师伫印度西方来到中国来传即个禅呢，根本伊就是教我别传，不离文字，无提个一字来。其实伊有啦，手提一本楞严经啦。伊是咧印证讲即个修禅啊，对毋对呢？讲主要拢以心印心，直至人心见性成佛，拢直至即个心意伫遐用功夫。你若要家伫迄个纸笔上、文字上伫遐要寻迄个禅意啦，真正诶真心是成佛法呢。等下你想往迄个笔尖吼。去温迄洞庭湖的水遐济啊，温咧休咧，温咧，温到了，安尼才看有可能，但是表示无可能啦。开场老话，先师我师公伊就安讲，迄真正有，阮师公迄有证悟的人，心地开通见宝藏啊，千年暗色一定光，世间万象皆变坏啊，修心养性悟真空，伊食苦行啊实修。正啊，心地吼，已经开悟开通，就是已经开悟啊，开智慧啊。哦，内底智慧的宝藏拢显出来。规千冬来未歇，和迄个牛齿砍掉的吼，像暗色。即马开悟呢，一时吼，灯火入来吼，迄个色啦拢光起来，暗规千冬，即马开始光啦。世间吼，迄阵才发现世间一切万物拢是无常的。拢会变坏，干那真心实性袂变坏，所以修心养性，悟到迄真空实性。四十二章经都安讲，言语道断啊，非物所苦啊，差之毫厘，是之处是如。迄就是我咧讲真心实性，证到迄个境界吼，毋是用言语文字会当表达，我做讲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毋是外口物件会当比的。迄个真心和妄心，只是差毫厘之差，一念转过就是啊！
是几处输入。讲博爱多，博闻爱多啊，多必难难会啊，修己防多，积多心待。讲修心养性，第一要紧，爱是爱去悟真心。你拿那讲见多闻，学者侪学问者好，即文字呢，多必难会啊！你只歹去会到即个多，就是性多，真心是性。你若当修持，就是修到迄个修心养性，还是坐去修呢？你就当证得真大个圣道。要环境安尼讲，灵动消闻啊，灵界异味，不管多闻，不了异味。讲灵科文字听较少，爱当证悟迄个异味，就是禅的异味哈。唔通文字看遮济吼，也未当了解迄个禅的禅机。修灵严三昧经安讲，一切凡夫啊，一相分别是个有别，颠倒处相是个有别，动念喜轮是个有别，见闻觉知是个有别。咱众生为啥物未当显发真心实性的时候，或遮济情形砍掉了？啥物情形呢？即个凡夫就是一想当遐胡思乱想啦，回忆过去未来，安尼所以忧疤就是砍掉呢。啊，去妄想啊，虚论当遐争论讲安尼对唔对啊？或者我生起迄个执着，拍砍掉的。啊，见闻觉知啊，颠倒处相就是。假看作真的无我执我，这颠倒处相也是生起白，就砍掉了。真心是先砍掉的。见闻觉知就是目睭看、耳孔听吼，啊感觉啦，啊当下胡思乱想啊，束缚袂当显出来。涅槃经就安讲：以道闻故，不得大涅槃啊；以修习故，得大涅槃。一个人家执文字听遮济吼，袂当证得大个涅槃，啊，就是个真空实性。安尼啊，做，你颠倒吼，实际去修心养性，才证得大涅槃。寒山大师就安尼讲：学道容易，悟道难啊。不下功夫总是闲，宁行不停空费力的，空空轮衰也多然。讲大家要讲修道是真容易，啊，要实际去悟道是较难。啊，你若实际下功夫去实修，去修心养性呢？到尾啊，我空无效了。啊，人会当信佛吼，唔去实行，白费功夫啦。啊，一支嘴交讲空空轮衰，但是无证悟吼，多言无功啊！哈，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22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结连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随喜在都寄好，到即卖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订写回来甲讨。啊，咱遮闹一点事，有都拢印经送无咧卖，还佫救济救人，佫收几啊高字，佫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男将女将想要出家，培养因将来当维护教方法理性。啊，我伫电视所讲的，遮呢出版遐电视讲演集教本啊，各位老师要煞卡电话来本事。俺家头前殿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副正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真大的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品味。
庄严古刹新桥方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寺数十年来推动吸引地位经济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画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桥方寺，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。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咱在台湾有将近20个护生园区来照顾那些流浪狗、牛、猪、鱼种种，但是各位都知道他们呢一定会下步，特别鸡啊、鸭啊、这些鱼啊，所以现在呢咱们在20几个护生园区都来起一个佛塔，已经说下步的众生你可以起佛塔，那是打上来护生园呢众生设一个佛塔，他们有法度法缘差不多，所以希望各位护持这个护生园区做佛塔的主笔的地位。阿弥陀佛。师父的广大愿力在这，大家的良善悲心在这，众生的光明希望也在这，好吃好买，1965-8482，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请注明座塔。善用慈悲的能量，如果我们能以无私平等的慈悲心为动机，读诵大乘经典祈愿文，或以此动机修持真言密咒乃至精进的禅修，这些法门都将成为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，净除我们身心中累劫的障碍与恶业，并且还能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众生。无私就是无我空性，平等的大悲来做修行，那这些修行就是一个正好的方法，叫善巧方便，可以自利利他。所以各位以后养成一个习惯，你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的，别人跟你修不一样的，我们随喜就好，不但随喜，把他所做的修行都转为你爱的那个法门。他们在念阿弥陀佛，你喜欢干嘛吧千罗，你听到了就变干嘛吧千罗就好了。对所有修行法门，包括各位在台湾人家拜妈咒，你给动作佛咒，你要把所有的修行都转为佛法，这样就解决了嘛。所以这样你就跟他融合，融合他就会学你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有一个融合的心，他看到你觉得你怎么看起来这么舒服啊？重点是你的动机无私的，无私讲的是无分别的，你就是我，天主教就是我，基督教就是我，拜妈咒娃娃，所有的境界都是佛法转化它，不要跟它冲。